第八个师兄，第一个人很好。是同一位师兄的安乐，还有请。顶礼。
上师，今天我做法供养的是上师在次第花开中的一篇开示安乐。上师在这篇开示向我们揭示了安乐与痛苦的关系，让我们明白获得安乐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这整篇开示呢分为三大科判，第一是什么是安乐，第二是认识痛苦的根源，第三是如何才能获得安乐。首先是第一个科判，什么是安乐呢？什么是最好的布施？上师给我们开示，最好的布施就是对你拥有的能够随时放弃，对未拥有的不再贪求，内心洋溢，就是最好的布施。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随时能够放下、舍弃、执着、贪爱，这个是布施，是从我们内心安慰的，并不是在外求财物上安慰。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布施。顶礼上师，我今天讲的是五加行的第三个修法金刚萨婆百智尼。智理部分分为两个科判，一，为什么要忏悔业障，二，如何忏悔业障。读了这篇开示之后呢，对三世事业发的敬佩，从冲达的无私奉献、辛勤劳作、细致的料理扎鸡持铃，到担灯一马的工作之余的勤奋修行，还有达生堪布的细致温和、谦卑而又贵重的气度。出离只看内在，不看表面，这是心。最后，祝愿每个人都能升起无畏出离心，在极乐世界，次第花开，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感恩上师，感恩道友。公案来进行证成。首先我们讲校正，
大家都知道，净土以净土五经作为修行的归念，净土五经又首推无量寿经。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到中辈啊，上辈、中辈、下辈往生都必须发菩提心。第二个，群真外平真波切作为文殊菩萨的真实化现，他用一种文殊的智慧给我们抉择往生净土的条件，归纳成往生四个因，那是明观福田，集资进藏，发菩提心，发清净念回向，明见提到发菩提心。理证来讲，我们有两个理证。第一个，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阿底峡中者讲过，大小乘你是否发菩提心作为轻点。那么既然净土是大乘法门，你不发菩提心可以算是净土法门吗？所以肯定要发菩提心，这是第一个理证。第二个理证我们讲到，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也是心的一种放化，一种流。那么极乐世界它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会最快七天可以成佛。那么这一种佛的境界，它的因地是什么呢？就是一颗清净的心变化的。如果是不清净的心，只能感应到生活在六道轮回之中，就是一个清净的菩提心才能感应到你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第二个理证成立了，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发菩提心。从公案来讲，其实呢所有的高僧大德很多很多发了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数不胜数。我单单通过古圣地、印度、汉地、藏地几三个最伟大的成就者，就能够说明发菩提心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大家知道印度横空出世的第二大佛陀龙树菩萨一生弘扬菩提心，他在菩提心事中讲到菩提之心成佛之种。那么最后呢，正如佛陀所预言的，正得欢喜力，往生安乐场。第二个我们看藏地的功能，藏地乔美仁波切撰著了极乐愿文，里面弘扬往生摄影，最后带着家亲眷属，甚至他家里养的一只狗，不使肉身折回极乐世界。我们再看看汉地净土中十一祖沈安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中大量大力弘扬菩提心，最后自在往生。所以从以上充分的校正理证公案，我们证成了一个观点，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发菩提心。我方立论完毕。我们反方的立论是往生极乐世界不一定要记住菩提心，我方呢也有这个校正理证和公案来证成。那么校正是什么呢？校正呢，我们是引用了这个观经的下品下生里面说到，会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未说妙法，就应念佛。彼人苦逼不还念佛，善有道言，主作不能念彼佛子，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以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永足助人，助其人前，如一念起，记得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旧证里面就没有提到菩提心。那理证是什么呢？理证就是下品下生在往生之后呢，是在莲花之中住了十二大劫，莲花开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他演说了这个诸法实相啊，除灭罪法之后呢，这个往生子啊，闻理欢喜，应时即发菩提心。这里面呢，这个理证可以推出说，他是往生之后才发的菩提心，所以往生之前呢，没有发菩提心。那么我们还有公案可以证成啊，公案就很多啊，我只举了两个例子。我们知道这个张善和是一个一辈子是杀牛为生的主夫，那么他
造作了很重的恶业。在临终之后呢，临终之时呢，这个第一相现前，万般痛苦。但是呢，遇到上师时跟他说念佛，他精进的念佛之后呢，很快就说我见到佛来接我，然后呢，在念佛声中呢，立马就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有呢一个公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西归子子》里面也说到，有鹦鹉念佛也可以往生。从这个两个公案可以看到，这两位往生呢都没有发菩提心啊，所以呢，我们反方的立宗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不一定要具足菩提心啊。我们反方的立功完毕。好，刚才反方的观点是往生净土不一定要发菩提心，他们都是从校正、理正和公案等方面来阐述。那么究竟结果怎么样呢？现在双方开始辩论。正方的这个能力啊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说往生极乐世界所有的品位都必须发菩提心。上辈、中辈都说要发菩提心，他下辈没有说，没有说不等于没有。净土宗的第九祖师偶益大师讲过，五个译本当中唐译尤佳，净土宗的十三祖印祖也讲过，唐译呢是文理俱佳。既然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大德都这么一再承袭，唐译是最佳的。唐译里面已经讲过要发菩提心，所以你们还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不发菩提心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师兄，好多好多教宗，好多好多。我们不说其他的，就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为了度化天边无量无边的众生，他经过长时间的思维，画了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要度化不同等级的众生，不是说全部要具备菩提心。就像十八愿和十九愿就不同，十八愿是这么说的：我作佛时，十方众生故我名号，自心信乐，心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足众劫，唯除五逆，毁谤正法。十八愿里头就没有说菩提心，就是说自行性乐，愿生我国，乃至十念，非常明确，就是对这种众生，他只要有信心、有愿力，乃至十念都可以完成极乐世界。这呢，就是十九愿已经证成了，我们说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发菩提心。但是呢，对方又提出一个十八愿，那我们就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阿弥陀佛他两个愿不一样呢？难道一个说要发，一个就说不要发呢？其实不是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佛经它有密意，很多话佛经里面没有说出来，但是呢，没说出来不等于没有这个意义，所以呢，他实际上没说菩提心，不等于不需要具足菩提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菩提心，那么这种人呢，也可以依靠这前面两个条件就完全可以得到往生。在净土教言当中呢，全智曼童德光切他也说仅凭信愿就能够往生。那请对方师兄注意，全智说的是仅凭两个字，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需要发起菩提心。凡夫呢，可以通过信心来祈祷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呢，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升起菩提心，并且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我方认为呢，还是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好，时间到。Oh.
快的开放一样的，从这个单独开始的，刚才做的金文的这个，在这样社区的话，可以从这里开始什么这个是这个我们跟特意安排或者刚刚突然进来这个，咱们这个在这这个电考这个江考这个备考的形式来这个发弘扬这个，然后通过这个来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缘起还是很重要。这个其他地方有这个今天这个参加了这个北京这个，然后江西这个关西，然后成都上这个，将来要弘扬这个这样的形式来这个进行这个经历这个文字这个增添这个文字问这个，然后这个好好的思维，然后才能修行的这个，将来要这样，希望大家这个这样的形式来这个先背下来，能背好年纪大了就背下来好，可能好好的这个讲那个含义这个，然后这个最后面的变那个形式来这个了解佛法含义这个，今天这个就特别特别圆满了这个，然后这个很快就这个到十年这个到了这个然后这个像刚才这个在现场的这个现场以外的这个视频训练这个然后第四门这个，然后新的一年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吧然后这个修行的所有的这个七十五年这个，然后这个缘起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照这个长素这个衣柜的这个念一下。小姐说我不知道你小姐说我叫你姐姐一把大刀姐姐怎么说说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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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感恩上师新年伊始的开示，将化为我们修行路上的动力，照亮我们次第花开之路。最后呢，让我们以虔诚的心一起来念诵，佛子行三十七颂，把今天法供养的功德，祈愿上师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成转法轮；祈愿师兄们清净戒律，团结和合，精进文思，早证菩提，回向所有的众生，早日离苦得乐，次第花开。见佛，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念佛子行三十七颂，顶礼观自在菩萨，虽坚如发